嗨，大家好，我是大肥大肥。一年一度的黑五又来了，我是一个超级爱买包的人，所以今天也整理了一下各大网站开始黑五大促的信息，分享给大家。网站地址我都写在下面的文章里了，大家可以去看。如果想买 LV 包包的，我给大家折扣码，大家可以去24去看，那么全场可以九折，很多新款也是参与的。买 Celine 的包包，那么现在的话大家可以去这个24官网看，那现在它中国地区没货，你可以从其他地区买然后再转运过来。想买 LOEV 包包的可以去 Forward HBX 24 Selfridge， 然后还有一个下面两个小众的买手网站也可以去买，现在已经开始了一些折扣，而且他们在黑五的时候可能会有更低的折扣，就之前有六五折八五折买到的情况。买 Gucci 包包的可以看英国电商 LNC， 它有定价优势，支付宝还有满减活动。 BV 的设计总监离职后， BV 的包包也很火，那如果想再买 BV 的话可以看这四个网站，也有相应的折扣码和折扣优惠，我也写在上面了，这四个网站都不错，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对比一下价格，买自己喜欢的款式。在亚太地区的可以蹲一下 Forward， 我想买 YSL 包包可以蹲一下LNCC， 私密大处已经开始六折起。买 Prada 的包包的可以看这三个网站，塞特尔的包包现在都有活动，然后乐福鞋也是参加的，大家可以去看，款式也比较多，比较推荐的是塞特尔这个网站。同时 HBX 上已经开始了一些折扣款式，大家可以去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也有鞋子。阿里世家的包包目前折扣不大，这两个网站大家可以蹲一下，到时候应该会有这个公开活动。播报一些已经开始搞活动的网站的包包给大家，也有不少大牌包包和一些小众品牌现在当下比较流行的。同时在最后呢，我会推荐两个中古包包的网站给大家，也是参与黑五大促的。这个是一个意大利电商，然后不少的 Givenchy 啊、 D&G、 Burberry、 Bayfair 这样的小众品牌都是有的，款式很多，大家可以去看。现在已经开始的活动区呢，有 Valentino 啊、 Magilla、 Marni、 Barley、 Brada、 Low Classic，而且会有很多新款在上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PX 上面有 Alexander 王啊，还有这个 Plum Angels 啊，会有一些潮牌在上面，可以去看。法国电商呢，它上面有 MM6 啊、 Bayfair 啊、 Regina PYO 啊、 Stella 等等，这些潮牌也是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且价格比较有优势。 VR 上现在开启的 Jill Standard 啊、 Paco 啊、 Garni 啊、 Bayfair 啊，都是有不少的款式去选择的， Bayfair 的价格也还可以。CC 上也有不少的设计师品牌，然后像 Marni 啊、 Action 大王啊，还有这个 Magilla 等等都是有的，款式的话经典款也有。 SS 上的 Marni 啊、 Garni、 Cbeck、 Loewe 甚至有 3.1 这样的设计师品牌，也可以看一下小众的包包，在这上面选择很多。24秒上不仅有一些大牌，但一些设计师品牌也是有的，还有一些奢侈品的副线品牌包包，其实大家应该不陌生了。然后这次参加活动的像山大 McQueen 啊、 Magilla 啊、 Chloe 啊、 Bellman 啊，或者还有妮妮带火的艾拉蜜，我觉得都是可以去买的，艾拉蜜这个包还是不错的。这个德国电商的话，我看了这些品牌跟前面都差不多，大同小异，然后价格的话还好吧，大家可以蹲一下。在我整理完，我发现这个 Setter 上面又更新了很多大牌，像 Fendi 有很多款式， Valentino 也是超多超多款式，甚至菲拉格慕啊，还有 Prada、 巴黎世家、 Divox 什么都好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喜欢大牌包包的一定不要错过，款式非常全，也非常的新，价格也还可以，看这些包都是一些新款的，还有经典款的。最后这两个网站呢是这个中古包包的网站，上面有很多款式，大家可以淘一下，甚至有 Chanel 也是参加活动的，然后也有一些像爱马仕啊等等，牌子还是挺多的。然后我看中了这个两款 BV， 结果没买成，现在难过伤心中，没有抢到。还有很多首饰啊什么的，如果是喜欢中古的姐妹可以去挑一挑。然后黑五大促也是有活动的，但有一些是限 IP 的，就是中国地区是买不了的，那你就要想办法从国外买。两个网站的话，我更推荐 The Real Real， 款式更多，牌子更多。好啦，这一期关于黑五大促包包的视频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希望大家都在黑五当天也去再蹲一蹲，不要太着急，也不要太落后，因为有的时候会有 bug 价或者是更低优惠。祝大家都买到自己喜欢的包包，下一集有可能会出一些饰品和鞋子的打折信息或者是衣服，下期见啦，拜拜，我是大肥大肥。